就是你看，哎，这个，对，那现在就是议员，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嗯、我请祭司，哎，这边，对的，这个，我刚刚谢谢我们这个我们消防局通报的祭司过来，那现在就是专业上我听了，我觉得有一点点需要市政府尽快的来协助我们整个南机场整个旧公寓。那基本上一般市民朋友最担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已经属于就是民间的了，它不是属于市政府应该协助的公办都，应该说是正在协助公办都跟，但是它还是有这个区权的一些关系的时候，到底现在的修复谁要修复？在这里的住户多少还是经济上比较弱势一点，那我们市政府怎么来协助大家？比如说这个房子，你看看多可怕，然后房他们我们现在也只能通知房东，那我们租这房子的老板在想说，那责任怎么归属？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样子，怎么敢进来吃饭？所以很临时的状况，也希望市政府能够赶紧想办法。然后我们祭司这边也提供了一些看法，请来。好，其实可以帮我们讲一下目前这个国宅这边的这个状况。国宅这边大部分都是砖墙。砖墙那个无菌混凝土那边有剥落，那个是没有安全性问题，但是要修复。那像这个的话，这个就是住破坏，这个就很严重，这个要修复。这个要，这个可能，也是属于民宅了，这个要尽速修复，不然有安全性问题。像这种破坏，那柱子跟柱子间的大梁是不可以破坏的，不可以有裂缝。那如果民众你有看到那个柱子或大梁有问题的话，要尽速修复。那个如果破坏严重，要请那个工会哦，建筑师工会、土木技师工会、结构技师工会做鉴定。太严重的就是像这种的，要赶快先可能做支撑，然后做鉴定，然后看怎么补强，找专业的负责这样。那现在居民住在这边的安全，这大部分其实像这一期的话是比较没有安全性问题。那大部分都是他的那个女儿墙有裂缝，因为它跟房子之间有错洞，所以它造成裂缝，那个是没有安全性问题，但是我们大部分看的都是这种状况。那这种柱子破坏的比较少，但是像这种就很严重，要立即性的修复。尤其是在一楼，这没有马上立即修复，可能影响到是整栋结构的安全，整栋。所以这个再请台北市我们建管处消防局是不是赶快来现场勘察一下？那我后续再来。在，因为我整个再去了解一下，因为在钢筋补墙的话，我就想说直接把它外表先把它补墙起来。现在不是说外墙好看而已，而是最重要是它里面的东西，刚刚显骨身体里面的东西。对啊，我就说，我们现在要去解决的是它的主结构，那没办法拆掉，只能修复。我觉得是比较。这个要找专业，就叫一下我们找专业，找专业的技师。好，可是专业，他说要先申请表啊，先填申请表。我觉得可能居民想表达的是他很紧张，然后他有提到了，就是说现在了解的程序里头是太冗长了，又要申请表，又要自己这个找结构技师预约时间。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缓不济急，所以我们可能对啊，他民众的反应是这样。我觉得你委屈一点，你现在先修复外面，里面怎么那个？还是先报警？因为它钢筋是粗的，如果没有断裂都应该 OK 吧？我待会帮你把资料都汇集了之后，我回议会，然后我们再来寻求一个比较有效跟彻底的解决方式，好不好 ？OK， 好，秀菊哈，好不好？因为这个，然后里面就是那边 OK 嘛，对不对？对，那边是 OK， 那边是 OK， 但是像右柱，我们可以保证跟居民讲，不用恐慌哦，好不好？对，这不用恐慌，负责任的，好不好 ？OK， 好，但是不用恐慌，但是可以，就是现在都不要动了，意思。现
但是目前都不要动它。因为我不敢跟居民讲说你们不要恐慌啊，对不对？因为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因为民众都吓到哭了，对不对？而且大家可以来看这个地方，好，来看一下，像这个地方。像类似这些地方，好，类似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些整理，好，都还做了一些整理。类似这些地方都今天才突然掉落的。我们上面在修完吗？有在修吗？大家还是注意安全一下，有事跟台妹讲一下。掉的，那你说结构当然最重要的是专业告诉我们，结构还没有立即性的恐慌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如实的告诉民众。可是我还是觉得台北市政府市长也看一下，我们真的要赶快的加强我们的公办职能办理，这真的不能开玩笑。你看看这些东西，真的我都替民众好担心哦，大家来嘛是哎。你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这个负责任先离开一下警戒地方好不好 ？OK， 全部这样子，你觉得这个对不对？还是真的要注意哦，小老鼠，谢谢你们哦，真的，你说没来，我们怎么敢跟民众讲说，没事哈，对，我就在这边今天先处理，谢谢你们，谢谢议员，谢谢，辛苦了。我们转达一下市政府，这个真的国这个屋跟弄太久了，可不可以再赶快帮加速脚步？已经加速好多年了，可是每一次都这样子，是心里看了会很不舍啦。